帮你洞悉癌症本质。哼，其实太极就是最典型的身心灵训练，树立战胜癌魔信念。你自己要放弃了，你就彻底被这个社会淘汰了。国内第一档专属于肿瘤患者的健康宝典，终结癌状态，让生命更美好。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肿瘤患者因其特殊性，是否适合运动，又该怎么运动等等，带着这些肿瘤患者关心的问题，本期终结癌状态，肿瘤专家李忠教授将拜访府内派杨氏太极拳第五代掌门人萧铁僧大师，为大家推荐一些适合癌症患者做的运动。为什么这个太极适合于肿瘤患者呢？因为太极它主张是这个内动，调节这个人的阴阳平衡，疏通经络，帮助这个术后患者康复。虽然我们说很多疾病是由于情志引起的，那么由于各种情志的变化导致了我们气机的地方，而在太极的过程中，我们恰恰相反，把这种情绪给放松了，把身体放松了。实际上我们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身心灵的这种修炼，其实太极就是最典型的身心灵修炼。对，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说太极有一个我们说所有的人体是经络，人体是这个各种经脉经络相互连通贯穿的，而我们太极运动恰恰是推动我们的经络气血运行的。对，那么还有一个太极有一个优势太极的运动过程大家是个圆运动，牵动的是我们身体300多个穴位的改变，这种穴位的变化呢，那么对于我们全身的这种输血都有刺激作用，所以这种刺激作用实际上是对于激活我们的精气，激活我们的正气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跟我一起做第一个功法叫两仪桩并步立正，两个脚并好，然后双手打开，掌心向上，对，我们把宇宙间正能量融在我们怀中，对，拢过来，用我们的劳宫穴给自己灌顶，对，然后把手插上，翻掌，把胳膊伸直，对，尽量把后背，然后向前俯身，在90度的时候停一下，对，稍停一下，然后往下走，能到哪儿到哪儿，顺我们的小腿向上走，把这正能量存我们的小腹，丹田肚脐以下。对，下面大家跟我练这混元桩，把左脚分开，与肩等宽，试着抓地把脚心空起来，对，做到脚心空，手心空，心空，做到三空，对，手向斜下方，沉肩对肘，收空。下面我再教大家一个，这个叫法根，大家出左腿跟我同方向，对，这只手叉腰，看大指慢慢拉肩，对，看着中指到12点翻过来，切下去。好，换腿，换这只脚在前，反方向，对，把肩部都拉开啊。肩关节拉开，圈越大越慢越好。好，收工。下面我再教大家一个这个狮子揉球，来，大家迈左腿在前。出右手，两手相对，劳宫相对，这球别掉了，先向前揉，
对，由我们的主干，对，由我们的主体身体，然后向左面游，主要是腰胯运动啊，向右面游，横向揉，能涮腰就这样涮腰揉，手心相对啊，球别掉了，对，再返回来，嗯，很好。手工下面还有一个推手上势啊，迈右腿，大家伸右手，对，做勾，把勾勾好啊，这个左手顺着肩关节向前推，同时一脚跟上来，做勾这只手在外面转腰，看后面打开，回过来进这个腿，这条腿向前迈，对，踢这只手，好，向前捋，向前捋这个手，同时跟步跟到脚跟后面，对，这个做勾的手在外面转转腰，然后再打开看后面这只手，对，拧转我们的头，好，收工，大家练的都挺好啊，回去坚持练这几个功法，对我们这个术后康复非常有利。大家今天练的怎么样啊？都挺好的，今天学了好几招。这位呢是治疗肿瘤的专家，大家练的什么情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一下。李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癌症患者在活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三分动七分静，那么这三分动就要掌握好运动的度，而癌症患者的这个后期康复的运动呢，我们说是度，像我们做太极拳啊，这个散步啊，其实这种适当的运动对于癌症患者的康复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运动的是最佳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上午啊，还是下午啊，还是餐前呢，餐后啊？太阳一升起来就可以动，这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和运动的这种气相互配合，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感觉，所以这时候的运动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也未必要非得刻意说我们哪时哪点的运动，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说它实际上是个放松的运动，怎样把身心放到最松的状态，怎样把身体放到最松的状态，这样能达到形和体的完美的这种融合。我们就是初学的哈，就是应该是每天练呢，还是几天练一次合适？如果是体质许可的话，每天都可以练习，对吧？这是根据身体状态的定。要是按我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少吃多餐，零碎时间我特别舒服的时候我就动一动，不要给自己定条条框框，随意，心情舒畅就行。肖老师，哎，咱们除了太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形式可以帮助肿瘤患者康复？有，咱们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八段锦，很简单，很好学。那肖老师，咱们就预约一下了，下一期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没问题，讲一讲八段锦，好吗？好，太感谢您，感谢您，不客气。